第28题，附图中唯一电源和两个相同灯泡连接而成的电路 I1、I2、I3 为各段导线所流经的电流，则各的电流的关系下列何者正确？这题非常简单，这两个灯泡是串联，所以这 I1、I2、I3 它们是所谓串联电路。我们知道串联电路的时候，总电流跟各分电流都是相等的，串联电路上只有一个电流，大家都一样，所以就是 I1 等于 I2 等于 I3。 所以第28题，我们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 I2 等于 I3 等于 I1， 它们电流都一样大，因为它是串联电路。